隔天起来，我都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他看了自己的床位，发现，干，他的床位是28号，好恶心。这个事件是真的，然后很常有人遇到那几个学生，好恶心哦。边吸面边好，我先讲一个好的，应该有5年了，就是在我23岁的时候开始爬山，最容易发生诡异事情的一座山就是奇莱山，然后奇莱山也是台湾百岳之一，然后这个百岳呢，就是不止神秘，然后还非常的有很多神秘的色彩，民间都会说它是黑色奇莱，但是奇莱山不是只有一座山而已。就是它有奇莱主峰啊、北峰啊、南峰啊、南华等等，然后统称就是奇莱连峰。这当中就是难度最高的就是奇莱北峰。那奇莱北峰也被称作为黑色奇莱。奇莱山的邻近的合欢山，眺望奇莱山的时候，那个奇莱山刚好是黑光处，所以就是看起来就完全就是一片黑压压。再加上就是奇莱山也是3000公尺以上，就是棱角分明的关系，整座山又是那种白页岩，反正就是会需要有一定的体能和经验才会比较。建议去爬这座山，山难事件也很常发生。黑色奇莱这个名字又因为这些山难增添了更多神秘的色彩。那我今天要讲的黑色奇莱比较灵异的故事，是我听过所有奇莱灵异故事当中时代最早的，大概在1971年，1971年7月21号，是真实事件。就是这个开端，就是6名清大的登山社学生，再加上1名台大的学生，就他们就组队要去爬这座山嘛，就没有想到就是那定台风来袭。虽然就是一开始就是本来就有预告，就是会有台风，可能抱着侥幸的心态，他们还是坚持去登这座山，就没想到他们就爬到半途就真的遇到台风。这7名学生就在海拔3000多公尺高的奇莱山冒着风雨赶路，他们要赶到松雪楼去避雨，但是因为距离松雪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就没想到就一个接着体力不支就倒地，最后只有2个人撑到了松雪楼，然后另外5个人就在狂风暴雨中被带走，就整个社会也在检讨这件事情。于是为了纪念这5名罹难的学生，校方跟学生们就筹资在奇莱山建了3座避难小屋，叫做成功堡。那这些成功堡就是全部都是铁皮的，就是那种圆形柱状，然后上面是圆顶，它的窗户就是围绕着那个圆柱，就是可能间隔围绕，然后有那种方形铁窗，也是要这样推开的，然后用一根柱子顶着才能打开那种。地板可能也是那种泥地之类的。这个山难是奇莱的一些灵异故事的开端，其中的成功一号堡就是最常发生诡异的事件。后来就是还是陆陆续续都会有人去爬山嘛，然后就有一组人，他们去爬奇莱山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晚上在奇莱的成功一号堡休息，没过多久又有一组人进来，然后看起来就是走很远的路，疲惫不堪。那第一组人就烧了茶要分享给他们，看他们就很累，然后又很冷的样子，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讲话或什么，就反正就接过茶就喝，然后就在旁边默默不语。第一组人他们也不觉得怎样，就反正就可能很累吧。隔天那组人就醒来之后，就想说，发现昨天就是默默不语的那组人已经先走一步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，就没想到就是他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抬头看。成功堡那个墙上挂满了那个当初罹难的5名学生的照片嘛，然后发现那昨天那一批人就是那5名学生，就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个事件是真的，然后很常有人遇到那几个学生。好恶心哦！而且我没有在爬山，我小时候到现在其实都还蛮怕阿飘的，因为我外公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就说你不要担心，因为你是山上的小孩。所以山神会保佑你，然后我就听到这句话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安慰，但是实质上还是会怕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山神是真的存在的，这山上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是也有一个神灵存在着，所以我就觉得当年就是每次上山都能平安下山，我都觉得就是有山神在眷顾着，或者是有在观望着这样子，至少能够平安下山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哪天如果你遇到，你会怎样？遇到那5个。应该不会怎样吧，因为他们好像不会害的，就是只是很诡异而已。成功堡就是真的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。当初我爬山的时候，就是也有山友大哥，就是他们也去爬奇莱，也是睡在奇莱山屋那边。半夜睡觉的时候，门就打开了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走进来，就一个山友走进来，然后就是开始好像要找床位的样子。然后那个就有一个人就半睡半醒就起来问他说：“你要找什么吗？”那个进来人就跟他说：“我要找28号的床位。”然后那个人也不知道，他就
说哦，那可能往那边走吧，可能会找到，因为双树在那边之类的。然后他就往那边走了。隔天醒来，我都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他看了自己的床位，发现干，他的床位是28号，超恶的。呀 ，OK， 那我要讲另外故事吗？哦，我真的觉得很难讲哎，鬼故事这件事情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抖肉哦。好热啊我。你继续讲吧，拿张纸。反吗？哎呀，那个是内裤吗？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内裤。继续吧。